啊，现在这个录影是带卡卡贝贝来做那个年度的预防针注射，现在要注射第三次的哈，大概两岁半。卡卡。弟弟的菲菲啊，菲菲来了，菲菲，两只这样可能会打架哦。今天来医院这边要做预防针，打第三次了，年度的。两只猫咪很紧张。啊，咖啡杯啊，它太亮了，会不会觉得太亮了？现在进到诊间哦，二诊这边等着这两只猫咪，等一下要弄预防针。啊，弟弟怎么好像放弃猫生？弟弟放弃猫生了，躺在那边。啊，姐姐。他必须要符合标准，他的评分哦，每个评分标准都要有评分，因为要被筛选过。姐，以前没有哦，他后来通过之后，一个都没有。姐姐眼睛很可爱哦。以前都是杀鸡杀狗都被抓住，没关系啊，现在抓到爆了，已经死宅。哇，你不能这样嘞！